庄主买了一盆龙虾，小猫咪闻到鱼腥后凑了过来，伸出小爪子本想抓起来尝尝，伸出去后却始终找不到下手之地，想要伸嘴咬一口，下一秒龙虾突然动弹一下，猫咪的反应太大了，差点把魂都给吓出来了。龙虾也不要了，猫咪直接跑出几米远。被吓过后，他直接找来几个兄弟，几只猫准备一起对付这只龙虾，不料其中一只猫刚靠近就被吓惨了。一大群猫咪围着一只龙虾，始终没有猫咪敢下嘴尝试，橘猫留到最后准备展示一番，最后也落荒而逃。鳄鱼都不怕，你们竟然怕一只龙虾，这也太逗了吧。